报告院会现在继续开会，那么我们请各党团的干部至议场三楼协商，现在休息。
报告院会现在继续开会，先处理朝野党团协商结论，请议事人员宣读朝野党团协商结论。立法院朝野党团协商结论，时间105年11月8日星期二上午11时，地点一场三楼会议室，决定事项一，各党团同意11月9日星期三由党团推派代表共同勘验105年10月5日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四次全体委员会议之录影录音。二，各党团同意劳动基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公听会定于11月15日星期二举行。公听会之时程及方式，四前项勘验完毕后再行协商。主持人苏嘉全、蔡其昌，协商代表廖国栋、江启臣、杨振武、李鸿钧、徐永明、柯建明、吴秉睿、刘世芳、王玉明。宣读完毕。请问院会对以上朝野党团协商结论有异？好，没有异，我们就通过。105年11月8日朝野党团协商经决定如下：一、各党团同意11月9日星期三由党团推派代表共同勘验105年10月5日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四次全体委员会议之录影录音；二、各党团同意劳动基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公听会定于11月15日星期二举行。公听会之时程及方式是前项勘验完毕后再行协商。报告院会下午20:30继续开会，现在休息。